曹家族的人来了，曹家曹颖，他可是这次单会的夺冠热门呐！哎，他身边的这位，应该就是丹塔最年轻的宋长老了吧？哎，丹家那天才也来了，这次单会的竞争可有的看了。魂殿的人会在哪儿？ 这便是丹塔三巨头中常年闭关的那位了吧？在下玄空子，在此代丹塔欢迎所有来到此处的炼药师。诸位万里迢迢赶来参加丹会，老夫也就不浪费时间了。丹会还是一如既往，分为三关选拔。第一关，灵魂幻境。 在规定时间内从幻境离开的参赛者，便会直接进入第二关选拔之地——丹境。迷失在幻境中的人，则失去参赛资格。萧炎、萧勇，通过第一关对你来说可能并不难，但还是小心为妙。进入丹界的炼药师会得到一张药材清单，你们需集齐上面的药材。 才能换取空间石，参加最后一关的炼丹比试。本届冠军不仅能够获得丹塔巨头候选者名额，还能得到一卷远古灵魂修炼之法，日后踏足八品甚至九品炼药师，指日可待。八品甚至九品！天哪！要是能得到远古灵魂修炼之法，成为传说人物，将不再是妄念。 巨头候选者名额是我的，冠军之位，不论怎样都要搏上一搏。不错，就是要有这番斗志。丹会正式开始，所有五品炼药师以上的参赛者，请进第一关——灵魂幻境。